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你这可以拍照留个纪念。好，我先吃一个。这个事儿是什么来着？找我这是第一个啊。嗯，拿着一起拍个照吧。你在坤旁边，我在这儿吗？确定吗？你在这儿是吧？我在这儿啊。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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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冰棍露出来啊！冰棍，冰棍。哎。冰棍好吃哦，耶耶耶！来，一二三，我看看，可以，挺好。Oh my god， 你好尴尬。什么好尴尬！哎，咱拍一张照，拍一张照，来，是这个幸福的人吗？对，可以啊。不是第一吧？哎，什么声音？没事。先稳住啊，稳住。非常好，就是厉害！苗苗这节奏，我跟你讲，找对，啊，苗苗做第一个呗，打卡，拿个书装一下文艺，我们对，装一下，啊，三二一，下楼快，你快走。你快走！我往哪儿走？啊！嗯。姐，你跟我们一队的，你过来。这男生一队，女生一队，我们一起走。这么大个草莓，怎么一点呢？我说大草莓吗？找不到。一二三，祝段朝猛、王学伟、吴安松和李启航、蔡奇、贾俊杰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，和和美美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啥喜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喜事儿大家都不都知道了吗？祝贺！郑恺当了爸爸，喜事儿双双的。